哎呦，叫他那床给你睡套了，那我打电话喊给你了，来我看嘛。喏。陈灿，你哪里好啊？十三灶堂老年羊，二十八家家户户贴满香花。丈母娘急急忙忙打电话来给我，我来看一下有什么事。门是开着的。我来了是不是？哎呀，今晚那副谁好了？我在看到他，你找我。好，我早去洗脸，我来领班吧。十八岁姐姐出嫁了，爸妈也迷路了仕途。我终于长大了，走在无人的路。我带妈妈来这家店看，这家店比较实惠。爆竹声中一岁数，春风送暖如屠苏。我要你做什么人呢？同日落，把新桃换旧符，你要记住过年，过年多幸福，一家人在一起就很知足，平淡之中。你们怎么还扔掉？一年的扔掉的。这条街都是卖家具的，我陪着妈妈多逛一下。做牙的时候好，你跑啥？你跑啥？那厨房的话，等我带妈妈来看。我们平时知道比较实惠的那几家，至于喜欢什么样的款式，就给妈妈自己选吧。都快过年了，买家具的人还特别的多。小哥，陪丈母娘逛了一天，她自己选到她喜欢的了。就是安装师傅说，今天已经晚了，明天上门安装。